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Mac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大同区的万事香小笼包豆浆店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今天台北市下着大雨，那万事香小笼包店之前在三重就吃过，那他们的小笼包蛮好吃的。好，老板，那我要一笼这边吃。哎，谢谢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就是现包的。好，那每一家的话应该是都一样啊。我们要比，我们品质比较高级一点。哦，这样。哦，好好，那相当令人期待啊。好，谢谢啊！这个刚蒸好，热腾腾，哇哦！哦，太赞了哦！小笼包就是这样，热腾腾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是现包的啊。哇哦，这小笼包皮相当的薄哦。哦，很好吃呢。哦，现包的相当不错。好，那老板都这么说了，要沾酱才好吃，那我们就沾酱吧。好，就沾这个酱油还有辣椒酱。好，小笼包皮相当的薄哦。哦，它这个肉馅应该就是葱姜的啦。好，相当的好吃哦。好，小笼包就是要现包的才会美味哦，皮薄肉汁多，然后沾这个辣椒酱，真的很好吃。啊，赞哦！哦，它也不会过辣，就是。香香辣辣的、很棒。好，各位朋友可以看到它还有爆汁啊，好，真的很棒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是满分的哦，真的很好吃。皮薄汁多，然后这个沾上，哦，现在有点爆汁了，好赞啊！哦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好吃，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。哦，它的外皮就是面粉香，然后肉馅的话就是葱姜的香气，还有这个新鲜的猪肉馅，好，真的很棒。然后沾这个辣椒酱跟酱油，真的很美味啊。好，它对面的话是一个公益彩券呢。好，叫做这个金来发宾果彩券行，好，在这个对面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紧接着就是来到台北市大龙街87巷的豆浆店，它很特别，是在这个庙的旁边啊，北安府。好，对面是一座公园。啊，怎么样？真的很特别吧？哦。啊，那旁边就都是神明啊！啊，打扰了啊！啊，中坛元帅。好，那菜单拍一下，都算是蛮平时的价钱。大杯豆浆，要
对。好，老板娘你好，我内用，我先讲还是后讲？后讲。哦，好，那我要那个四个小笼包。然后我要那个什么很特别的饭团加控肉。哎，没有吃过，但是有看过哎。要不要加蛋？要加半熟蛋。好，OK。然后那个一碗咸豆浆。要辣吗？哎，要辣。OK。哎，对，你要加辣，加酱油忘记了。加酱油。哦，对，没错哈。我好还记得，还好。还要豆浆吗？要，大杯的豆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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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是他的，我要说明油条。然后我还有小笼包四颗。你加水好不好？好，那老板娘真的非常的忙啊。米浆看起来很浓稠哦。哎，老板你好，哎，你要什么？哎，我有跟老板娘讲了，哎，好，哎，谢谢，哎，好，好，内容区就是个很实在的店家，好，那这边就是全部都是神明的标语啊，神威远播哦。好，那这个本日的 Part 2哦，啊，这个其实看就知道了。还是前面那一家的小笼包比较强。哦，这个像小包子的感觉，还是要现包比较好吃啊。这个就比较不是我说那一种。好，那这个分数我觉得是70分，就收手。好，再一次这个咸豆浆，那现在就喝喝看啊。好，从这边开始的好像又不错哦。热腾腾，热腾腾，然后微微的辣，这是什么？吃吃看啊！好像是。我真的吃不出这是什么，好，有点像肉松，啊，好吃啦，还 OK， 啊，它就是比较算台式的咸豆浆，就是应该没有虾皮啊。啊，微微的甜，微微的甜，微微的辣啊，然后咸豆浆这样，还有油条，应该还有加点醋，好像还有榨菜碎，那现在这样咔咔咔的声音，应该就是榨菜碎了。好，那我觉得分数是88分，88，还不错哦，88。
这个就还 OK 了。好，就是这个肿了起来的饭团啊，肿了起来啊，超大颗的啊。这边就是有包控肉了，哦，吓死人了，相当的巨大化啊，惊死人啊！这个饭团我应该只吃完一半吧。好，现在就吃吃看啊，这个肥滋滋、肥滋滋的控肉。嗯，啊，里面还有酸菜、荷包蛋，然后还有油条。嗯，啊，这吃起来蛮爽的。有点像中式挂包的感觉。然后料很多，然后吃起来很过瘾。然后现在已经被我咬得有点丑了哦。好，肥滋滋、肥滋滋的空肉哦，它有酸菜啊，这些油条，又像挂包又像饭团。啊，那糯米还蛮柔软的啊，好吃。嗯。哦，控肉包裹着这个蛋黄啊，哦，吃起来真的爽啊。好，那这个分数我觉得是93分啊，很棒啊，很好吃 ，CP 值很高，一颗应该就会饱到下午，超级大的。好，那完全是在庙旁边。好，这边是千岁爷。好，老板娘，那圈我的多少？120，好，好熟又大碗啊。好，那老板娘讲说这边已经开业了50多年了，对，已经是50多年了，那是第三代啊，第二代哦，你是第二代，辛苦了，辛苦啊，好吃又美味，谢谢，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